从不净换身如何去除五脏六腑的毒气，心肝脾肾肺里的毒气，六字气绝的修法啊，如何修通气脉明点的修法啊，那么这些我们都相关的课程系列课程中都在不停地引导着大家。大家但是特别特别的懒，一个 lazy 了得啊，你们英语叫 lazy 是吧啊， lazy girl, lazy boy, lazy man, lazy woman, 完蛋了，一个懒惰，一天到晚24个小时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实证佛法，用来实修佛法，你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，很笨的笨蛋。因为你这一辈子来就这么一件事儿，你居然不把它干好，和生死不相干的事你倒天天在用心，天天在玩邪门外道，说是没有智慧。界定慧学为三根本学，我们要通过戒律的信守，然后使自己能够得定得正什么他，得定叫空明，在空性里面见明体，真正在定中见到无人无我，一片大光明，那这叫真得定，真什么他，正什么他。得定之后你就开慧了，真正拥有智慧了，才发现原本我们本来都是佛，我们不是凡夫，凡夫是因为我们迷失的染污了之后才变成凡夫的，我们本质原本都是化身如来，这开智慧了。你既明白了空明之后，你就要完成后面的两步修法，一个是空色的修法，一个是空悲的修法。